那你不会你这样吧？邵老板，这个也行。邵老板，这个也行。这次你看一下导演刚才那个，他那个不错，你又没跪下，还带着范儿，还有牙。对，你这样，你看，你这不是一过来吗？你有点动物还是怎么？我，邵老板，对你就想找东西那种感觉。你没辙了是吧？你还敢动我还是怎么？对你可以转身，这些就是这个快点。行，上前去过来，求你，这忽然又软，求求你，求你了，你摸了他摸你，你也不知道他答应你干什么，知道你。刘露感觉他已经答应了，就是我的求求你，他还在讨好，对，是的，还是讨好吧，很，确实好摸，伤了，你就是我的老板，这么就能摸了，就这样，你摸，这样就能摸了。动脑还是怎么着？商细蕊，方少爷，救救我！救我！求求你们，救救我！行，